AKB48 尬舞，罗志祥一开始还显得有点害羞。 这次要教的这个符号是井号符号的动作，只用四根手指就可以完成任务，对亚洲舞王来说实在太没挑战性。下一个动作竟然更简单，只是要他表演捏饭团，罗志祥实在看不下去，立刻朱臂时上身，拍拍手，拍拍脸啊。 反过来教 AKB 跳舞，朱碧石的招牌动作一出现，两名成员就被逗到笑开怀。就连朗朗也一起开心扭动，而曾和女团一起摇摆的还有他。 温文儒雅的形象，小哥费玉清和美少女团一起卖萌装可爱，妖娆模样让人看傻眼，巨大的形象反差果然真的很吸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